几天，你还不知道我在里面当兽医哦，所以真的要当渔夫哦。觉得是啊，如果没有今天我去别人的台，钢铁人的台啊，如果院长不做院长的话，就是钢铁人接院长啊。然后他说，因为现在就是他觉得医院这样子有点太奇怪，怎么说嘞？就是说。比如说我现在是什么？看一下哦，我现在是主治医师嘛，再还有个主任，再才是院长。然后我主治医师，我会开刀，会如果我会开刀会动刀的话，结果主任却不会开刀动刀，只会帮人家 CPR，然后回来看看病，就这样放出去的话，这样也不太对啊。所以我最近才会说。就是尝试，就是动些小手术啊，就是把淤血放开啊，那些有的没的，懂吗？就是要就不止检查外伤、包扎这种东西，要会做到那个开刀动一些小手术的那种，当主任才合理。我有跟他讲啊，没办法，最早之前就是医生是你去现场救完之后就拍拍屁股走了这样子。所以那样子当主治医师啊、主任啊都没有差。我都在上班，上班约会之类的，什么上班约会。兔粉猫猫，你应该有看到那个吧？也有看到钢铁人的台吧？所以他那样讲，我是蛮赞同啦，只是这个方他还要再想清楚。其他的那个啦，就完整一点的方案呢、啊，这样子就，我觉得没有、啊、你，我先不提嘛，我先讲嘛，如果就是变成这样子的话，就变得说可能不会有新人想要，刚进城的人不会想要加入医护啦，你懂吗？感觉医护就是阿草跟院长去跑山了，医哦，他护。们去跑山了。要的东西，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再不，再，也不是说到很多啊，因为毕竟很多大家可能你随便掰，他们也听不懂，就可以了，草草了事啦、啊。上班约会就是放闪台，没办法、啊，很多人爱看啊，只是觉得。不合理的人会觉得不合理啊。就是你真的就是一定要开公务车上下班啊，这样警察也是啊，不然警察也其实也是可以开其他跑车去执勤啊。没有啦，其实我目前感觉我没有权力管那么多啦，对不对？人家都已经这样子这么久了，可能就是还要再。调整那个之中的平衡值啊，还是什么的。对啊，就是医护，我觉得医护开始就是有这一种啊，就是戏份变很多。所谓的戏份就是你要演戏的方，就是演戏嘛。你看啊，你腿骨折啊，你怎样怎样怎样的啊。像今天钢铁人也讲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说。你可能今天是没系安全带，摔出车外，可是你翻了好几圈，你却只跟医生讲说，没有啦，就只是脚擦伤而已啦。我神志很清楚，我能说话啦，我自己在骑车回家这种。如果病人不愿意配合，怕缴那些钱，所以其实也很难继续演下去啊，知道吗？比如说吊点滴1000块而已，这个感觉就是基本的嘛。因为我最近每次都是进来吊个点滴1000块，这样子走了。再来严重一点，可能就是他跟我讲说什么腿骨折啊，胸部有那个什么压伤啊，肋骨断掉之类的这些就可能是5、6千块起跳。他为了想省钱，骗人家说，骗医生说，没有啦，就只是。脚扭到而已啊，我可以骑车，手还可以动之类的啊。
聊天台吗？也不是聊天台啊，现在没事情啊。我从刚刚12点半吧开到现在，还没有人报案呢，所以可以聊天啊。所以我之后就是，如果有人，就是他如果愿意跟我配合演戏的话，我就会开始动棍子啊，动警棍啊，然后动刀子啊。就先砍他嘛，砍他跟我讲说，现在这个是麻醉，你现在就是感觉不会痛了，等下你醒来的时候手术就结束了，类似这种，反正我就在旁边噼啪讲一大堆，讲完之后就是把他再按 F6 嘛，复活附近玩家，然后复活之后就说手术很成功，然后你现在就是伤口还在，先不要。激烈运动，然后油的、炸的、辣的都先不要吃，这样子，对吧？基本就是这样子啊。话说，为什么医护能用警棍？有啊，为什么不能有？那个啊，拜托，市民都可以有警棍的，医护没有警棍，这样合理吗？对不对？那个可能就是要。通通常啊，还是通哪里用的啊？什么摔车转个好几圈，搞不好真的是会擦伤而已，因为没有，不是重点是，每个都跟我说擦伤，那不可能啊。对吧？偶尔说什么他在地上有做好什么翻滚啊，有的没的啊。ATM 三哦，那个伺服器包的时间到了啊，而且其实里面没什么人在玩了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到一个段落就没玩了。银行也行，好吧？哎，银行吗？好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时候我们跑山有个跑法，你现在这一等，咱们去银行。放他出去。小心肝。嗨，你活着吗？我在啊，你是想打我？没有啦，我来，打你你打干我一嘛？拳，不是你，你不要，你冷静点，你没不问要，题，你你干嘛挥我打一我？拳，快，现我为在，什么要打你？我数到三，这什么状况？没事没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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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啊，你现在在我面前跟人家调情吗？没有，就要打我而已啊。没有啦，我刚刚看到你撞到他欸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我啊。没有撞到他啦。不是啊，你我现在看到怪怪的，他不本是来我就怪提醒怪的他一下而已啊。啊。好了，你上车。好好，套套我来了。我倒没看到。哎，这是喂，真的了，怎么这是样？真的。你又撞他？没事没事，哎，够人的。我绑个鞋带就好，拜拜。我想过阿花，你要去吗？下雨天我其实很怕，我怕雨。你怎么躲过啊？我可以教你啊。最近医护很无聊，跟学弟练武功。要不要做个模组生存，然后找两三个人一起玩？也许会啊，可能就暑假大家有空吧。然后暑假也比较多人看啊，就那时候暑假再讲吧。我知道他们玩那个啊，冰与火啊，所以繁星怕小雨，没有怕下雨，小雨还好不好？我觉得小雨很好玩啊，会来撸你一下。哎呦，又有新的蛋哦。邮件。马来西亚现在暑假要结束了哦。粉红色的头发是谁？刚刚那位吗？一一呀，楼一，楼一，楼一，就我们之前玩麦块认识的那个楼一，应该很陌生啊，因为我们当时都是很早以前认识的。
至少，哎，我常觉得是不是小光常常出事摔车子？那个谁，阿花子在旁边救啊？因为其实阿花不在的时候，小光常常叫救护哎。里面没有人哦，买东西啊、哦。对呀、啊，我不能买东西，这不就是脚筋干？我是要帮你买什么吗？我要买宝路啦，哦，好啊，我帮你买。你要几个？没有啦，我可以买啦，啊，你刚刚说不行买，吓死我。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好好好。你怎么这么晚还在？啊，因为没参加到活动啊。等会啊。有没有发现我不在那边啊？那、啊、你怎么不来？因为我不知道活动地点金啊。姐，哎，英姐啊，你要不要帮我抓龙一下啊？没对有啊，啊，刚那好。你院长他在说哪你抓里？了我之没后，没在办柜台，法。他在柜台，他在柜台。哎，院长你躲在那个下面，我看不到。等我一下。谁是大陆人？你说这个妹子吗？该不是吧？她是我的田英晶学姐。感觉小关车技不好。要不要我帮你，院长？玩哎，那 cosplay 那个个，套哪一套个？来，我们刚刚聊什么？他去外面套了，我套去跑叫出他，我来一去叫下。他。哎，哎，院套长找套，你。来抱一下院长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有上你班去抱一吗？下他。有啊，我正上班啊。你们在讲 cosplay 的人是谁？哎，那我卡怎么住没了是看到吗？你？有啊，我上班嘞，我在按一次哦。有吗？可能是卡问题了。那口音超好笑的啊！啊哦，楼一哦，嗯，对啦，他会跳舞又 cosplay，对对对，就是之前谁拉拉的台啊，然后有标记的一起的也都是楼一。哎，那时候他们一起的时候，整个吓到我，想要 KDA 四个人，就是阿里，靠，马上忘记名字，还有谁？阿里，阿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应哦，该你要去吗？那为个什么学这弟边要等院去，长？他刚刚也在等。哦，好啊，院长变外星人了呢。可以出去了吧？因为他不是都记了。好好好，你去你去。真。好的，好的。哇，不会消失小心看，趁热，快点，不会消失更好，趁热。哎哎哎，等一下。我啊！收手了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是叫你趁热用学姐，你干嘛？对不每个女人你都起，要，心肝你怎么这样子？学姐不是，要动，我靠，我来服务你，学姐不要动，就这边。你可以帮我狗个嘴吗？什么东西啦？没有，我叫脚筋哥帮我狗个嘴。你，我要这去你也漱会？口，我要去漱口。没有，那天什么院漱长，口？我要那天院长教我的。哎，等下为什你么？怎么是捡我脏肮脏？没有，我吃到你怎么毛。样？你怎么吃到毛？你在公单角我已经都剃光了，我白虎一个呢，不是黑没虎有了，啦，刚黑刚在虎。车库，刚刚在跟狗狗玩，吃到毛。那天院长教我的时候，不小心打到他一拳，然后就帮院长直接现场。现学现卖，不错啊，这样学姐就爱上你了。我不会随便爱上人的那啦。这个我去哦。好。你等院长。他声音真的很可爱啊，公仔鸟，你他妈狗二嘴。他的特色就很好笑，而且他本人声音再正常一点点啊，声音没有鼻音那么重，不知道怎么办到的，是不是突然要讲话的时候拿夹子捏住鼻子啊？你这把狗咬嘴，
还有就是球球，诶，是球球吗？不是吧？是还有提拉，提拉是我还没认识菜渣他们之前，哎，不，我刚认识菜渣他们，差不多就是认识5年了。他那时候还是国中生，现在已经大学生了。就然后那时候跟他聊天，聊一聊说，哇，我就觉得时间过很快，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，这样子跟他讲。虽然这样讲话有点像色老头啦，我说逆，他们是不是逆向啊？哇，等一下，是在挑车哦？阿里、阿卡丽、伊芙琳、凯莎，哦，就只有那个，哎，伊芙，哎，是伊芙琳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对，伊芙琳，就是伊芙琳。那时候我不认识，我就说一个 KDA coser 里面有3个我都认识，哎，哇，我那时候突然觉得，这世界真的那么小吗？还是因为他们都是太红了，刚好认识到比较红的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来鬼岛的时候第一次来这边，哎。我想说我没有钱，不会来买跑车。他们在试车试到死掉啊！阿丽亚，在哪里啊？先生，你在哪里？我好像看不到你。等我，等我。妈，这也太远了吧！Hello，如果听到声音，可以发个声音吗？Hello，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有听到的话，回答一下好吗？Hello，太难了吧！看到没人啊？也是，这里呀，是这里呀。复活玩家，剑与盾吗？我没有诶、欸。我之前的那个啊，皮卡丘跟伊布的也没买啊。人在哪里呀、啊？试车场里是试车场吗？是死在试车场里吗？啊，不行，不能这样讲，可恶！啊，试车场在哪？是哪一栋啊？那个吗？也是，如果你不讲的话，我也不知道。完了，被爆雷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Hello，Hello，请问有听到我声音吗？听到的话回应一下哦。Hello，Hello，哪里呀、啊？
Hello，有没有听到我声音啊？可以回应一下吗？Hello，谁饿死啊？香啊，真找不到哎。请问有听到声音吗？叫上帝了。怎么学长？没有学长啦，这边只是，这边目前除了院长，最大就是我了啦。上帝在吗？Hello，有听到声音回应一下。Hello，Hello。糟糕糟糕，问一下哦。哎，学弟学弟，怎么了？我现在在试车场这边找不到人，其他的你们接哦。那个饿死的我找不到人在哪。哎，我还在二跑十。山这里啊，还要开很久才能回去啊。没关系，我只是跟你们讲一下。二十的找不到是吗？你可能停一下，我先去接下一个七的好，那我个。看到人了，等一下哦。请问刚你报案的哎，小吗？心。嘿，刚你报案的吗？你有没有看到德华啊？我在找他，他在这附近，我看不到人啊。哇，他，我也在找他哎。他就在这附近啊。怎么办？哎，干嘛挂我电话？怎么又是饿哎，死的小啊？新也在找你哎，你在哪？不是啊，小新，小新也在这哎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他是在我刚好车，像看到你啊，你在哪？怎么啦？原来是德华哦。白痴哦！都要被气死哎、欸！他在哪里啊？知道啊，他说他来找我们，跟白痴一样。啊？那所以是不需要我了吧？还要吗？你要不要乖一点？你会被撞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你，在哪里？哦，你去哪里啦？出来，出我来。刚叫医护，结果没有人来，我就先急救哎，小了。新要不要一起去？我们要挑车，哦，要不不用要？小啊，新，不用不用。为什么我对你有，为什么我对你有这个攻击性啊？奇怪，怎么弄啊？小新，你你按小个新，我以 X 为，吧，你按个，有小米手环上按个 X 看看。傻眼呢，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这个我要收一点钱吧，你懂吗？就是我都跑过来了，政府应该给我钱吧？好啦，我们回去刚刚的话题，我们刚刚聊到哪里？被电池不见了，对啊，我拿掉了啊。反正这个不只会做杯垫呐，可能会做其他的啊，比如扇子啊，
马克杯啊，不是马克杯啊，马克杯超烂的。当然，室内不要乱鸣，人家乱撞我。我刚聊到哪里？可是那时候院长跟我讲说，这种东西不要打出来，不要招摇哎、欸。哦，好像没聊什么。好啦，晚点我再问清楚啦，到底该不该打？因为院长当时我就打出来，院长就说：“哎、欸，狗日的，那个东西不要打出来啊，这种只要讯息回就好。”可是现在换手机之后回不了讯息啊，麻烦。感觉就是只能打出来了、欸，不用收钱啦。欸，我哪天真的要对那个刘德华好好教育一下，因为他常常都是说没事没事，我头他就是他啦，每次都说我现在什么我现在很清楚，刚刚只是饿死啊，有的没的，就是他说小指头只是扭到而已，还 OK 可以起得动。刚刚不是有人找你啊？对啊，我要回去啦。就是养乐多吧，是吧？看一下，有空的时候来警局啊。好了，有空了。可是我要下班吗？看一下，比较。两封简讯，三封。车库这个有人去吗？我要去警局一趟。我在处理第一单那个病人啊。所以有人要去吗？没去的话，我可以去啊。真的是都不一次都不轮流来啊，一次来就来一大堆，要想聊天都没得聊。请问谁？20185给你了。请问是他吗？我的。太饿了啦！是，等一下，我先给你修车吧。车库的我解决了。我怎么一醒来，他妈两分钟就饿死？然后再给你开你15000的。那我们回去吊点滴吧。等一下，没打好。是大炮吗？你身上是不是带超过的、啊？走啦，我们回医院睡个觉啊。你身上是不是本来已经有？我身上有三个。我现在身上有三个，不然就再给我两个就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突然大家都在受伤啊。真的哦。对啊，突然五分钟内就有三个单。院长，你这样可以跑。一醒来就这样。我脚底板能动啦。没注意到。让阴茎帮我抓啦。哦，好了。等会忘记调，忘记调，忘记下班了。
院长加油，院长。好啦，我们进去打个点滴吧，因为你现在是营养不够。要出发了。哎，怎么听到小夫的声音？哎，怎么了？你在哪里？我在外面啊。今天除了那个什么唱歌以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大事啊？怎么了？啊，刚是你讲话吗？知道。对啊。我今天没有参加到活动哎、欸。没有没有，我今天刚刚才入城。我也是哎、欸。对啊，今天比较忙。大家都这么晚醒来哦。没有啦，我很早就醒来啦，只是在处理别的事情，没有办法进城。哦。来这边吧。那就只是营养针掉个点滴就好了，因为你饿死嘛，就这样而已。Okay, okay. 啊，点滴掉完之后就可以出院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哇，都这么早就没有警察上班哦，现在。感觉是活动太累了吧？因为他们活动好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，不是两个多小时，对，两个多小时。那你回来了吗？哦，那么久哦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哦，你来里面一趟，那个有个病人要找，哦，你就在我前面了，靠右。啊，你没看到我。那个小帽也交给你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对，他刚刚就晕倒了，你再问一下他哪里不舒服。哦，好。你哪边不舒服？哦，就晕倒了。你是二婚吗？是，就是我修完车之后就倒了。你要不要下床再重新躺？你这样子，我视线不知道看哪里，不好意思。哦，让我起来，我也来看一下啦。可以啊，你可以起来动一下，不要离点滴太远就好了。好啦。好，你刚说怎样昏倒？就是上了车之后，就我修完车上车之后就。车库那个有人去吗？我系安全带，可以叫下面。有，我救回来了，是大炮。哦，是大炮。好。啊，对不起，刚刚无线电声音有点大声。我只听到你说你修个车就昏倒了。欸，大炮，我看你没事啦，来吧，1000块。好好。好啦，你注意点啊，不要二昏啊，刚刚也有个饿死的啦。好啦，慢走哦。欸，猫。谢啦。猫，你再躺一下，我出去那个停个车。啊，他怎么穿那种阿嬷型的，又红彤彤的？他喜欢这一种啊，他已经穿了好久了。哦，那个不好看。不知道状况啊？怎么知不知道状况？啊，不是还在，不是还在脑袋不正常吗？阿福说他被指精神教的绑架，从那边60几楼丢下来。我看着他跟他老婆一起掉下来的、欸。哦，在讲那个半夜的事情。回来，我回来了。啊，你嘞，肚子有没有舒服一点？啊，那个有月经有来吗？没。你今天说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啊？那个，要不要现在一并做一下？这个我去。我今天跟你讲什么？我刚刚才进城的哎、欸。啊？你不是传了简讯吗？让我来医院一趟。哦，我只是说帮你检查啦。我想说，如果你确定真的有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检查。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啊，不然你去商店买个几支回来，我们滴一下。怎么叫我们？我又没有。这，哎，是我验孕棒啊！啊，这个。我不知道这个棒棒可不可以、欸。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小猫，这个，你这个混，小猫，你还好啊？你还好啊？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他快不行了。他不会啦。他还好吧？医生他，他说很缺钱。
这嗯，好、哦、的，得了穷病了，没关系了。他快被穷鬼抓走了。好了，没有啦。你不给我十万块，我这辈子……哇，这么多、哦！我告诉你，不是啊，这太贵了吧？你把我丢在荒郊野外，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你，啊，你掉下去了。哦，所以你住院是因为他哦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看来中是这样子，就是他在我车上，然后突然呢就没有声音了，然后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啊怎么没有？然后我就到终点，然后我发现车旁边没有人。你到终点很久之后才发现我吧？我躺了12分钟，你不要告诉我你开车下山12分钟你都到不了。不是啊，我刚才那个技术你也有看到，那台车我不是驾驭得很好，我其实也是开很久，真的。10万？不是，10万太多了，真没钱啊，真的很穷了，真的很穷啊，要被鬼拖走了，没有办法。哎，不是啊，那个用望远镜在看什么、啊？哎，你们哎，小心你们这个是怎样啊？你看。啊，不对，我不能挡这边啊！等一下啊，我不知道在哪边，哎，你不要看啊！没事，我自己都不敢看这边了，你还敢看啊？好啦，啊，医生他要躺多久啊？他其实有点营养不良啦，等下就可以走了。那给他吃一点东西。那我等下还要帮他检查其他东西啦。他应该没什么事吧？出事发生了一些小意外、小插曲而已啊，是还可以啦。10万，没有十万。我跟你讲，你再喊第二句就15万。我等一下应该带过去那边吧，那边有超声波啊，比较像。那我要分期付款。好。那我可以分100期吗？我会杀死你。不是，我要的那个，我要的剧情一定要愿意帮。一期1000。小心，刚刚我头好像越来越痛了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为了展现我的诚意，我先一次付10期。小心，刚你刚刚那根棒子要不要验一下？就一次检查吧。不用了，它差不多了吧？你小心，刚差不多好了吧？什么东西？用棒子为证吗？它差不多了啦，它应该好的差不多了吧？没有啊，是其他事情啊。哎，他可能心情不好，需要我陪他咨询一下。好，那你陪他聊一下好了。好。我就想开溜。你说什么？啊？你刚说什么？说那家我只想开溜啦。你等一下再回去找他吗？刚没做完的。啊，你等一下哦。我觉得这边会有人偷听啊，我们去走宿舍。为什么那个男人怕演出？没有，他还不知道剧情。医务局有人吗？我等一下会再三个病患回去，我需要支援。啊，三个病人。有的。我有点忙哦。你要不跳一下？我画面卡住了。我抱着你跳不起来，你等我一下吧。哦，没关系，那不然到了你再跟我说。好。这里好了。有吗？我上去躺吗？你等我一下哦。我不知道哪个像验孕棒的，怎么办？我给他什么当验孕棒？巧克力？你会用验孕棒吗？会。会还是不会？不会。就是你尿尿，然后用个杯子装起来，然后把孕棒放在你的尿上面，就可以看到有还是没有了。
所以我现在是你刚拿给我的那一根是我要现在用一下是吗？嗯，反正你等一下就是我先出去啦，你好了再跟我说，好吗？我知道有装饰，可是什么东西比较像啊？啊，氧气罩不可能啊！啊，没关系啊，这个再带出去就好了啦。也没有什么啊，有双色的啊，球棒、警棍，警棍他身上有啊。烦哦，我不会处理这个，用相机照。可是这个对宝宝不好吧？哦，没事，包超声波，我以为 X 光哎。没有，我今天要走的剧，我要帮他走的剧情是一定会流产的剧情。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姐发生过的，所以我比较知道这个剧情是真的有啊。好了吗？而且我国小啊，那时候老，等我一下，老师都去厕所轮流就是用验孕棒，我那时候不知道，我想说。因为那时候打扫厕所，然后那时候老师叫我说先顾厕所，就是顾到老师都好就可以关门了这样子。然后我长大才知道我超没礼貌的，因为那时候老师在用，我就在外面数十九八这样子，然后老师就很你们匆忙。我发现我超没礼貌的哦，小时候在干什么啊？啊，好像打死我自己哦，有时候跑没礼貌。有终于发生这个图片卡在这边的事情了，之前都没有出现过。尿检，对啊，就是尿检啊，现在是用尿尿来检查。因为有一个东西他不用付钱，是政府医院这边全程帮他那个付的。然后因为这个是跟妈妈这边无关。就是，哎、欸，他叫，嘿、欸，好了吗？好了，你在哪？我那个有点晕哎、欸。好，你等一下，我来了，你先躺在床上。其实真的很陌生，我不会演这种戏啊，好难哦，怎么那么难啊？那个嘞？洗澡怎么不见了？好像有人来。你好像真的有了欸。我真的有了。对啊，那个。我手机来了。好。真是好吵。喂。小波啊。在旧医院里。在做检查，你来救医院，你这件事情可以讲出去吗？觉得可以吗？不要说好了。好啊，那不然你再过几天回来检查，帮你照超声波。那、啊、你这几天就是尽量不要有一些刺激的运动啊，然后跑步啊那些也尽量避免掉。可以吗？我知道了，等一下小夫来，我只打算跟小夫说。嗯，好。那个多多就不要告诉他了，其他人也不要说。好好好。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们前几天有讲到这件事情，好像大家都知道我可能有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就是他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结果。嗯，了解了解，就被人家偷听到传出去了啦，你要就是小心嘛，讲这种话。那如果人家问起，我们都说没有。嗯，你说有没有这件事情，就说没有吗？都说没有这样子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他是迷路了。啊、那你刚给我呼的那一根什么时候会消掉啊？他药效十分钟。我们刚过多久了？嗯，该还有六分钟。
还是要抱你出去啊，感觉他不知道住在哪里耶。还是你出去把他带进来。哦好，那你躺一下哦。人嘞？人嘞？哎、欸，跑山，我没有叫他跑山呐、啊。全都要再躺一下，他的。哦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请往这边走。阿郎嘞？哎、欸，小副这里，局长这里，哪里啊？这里。啊，事情是这样的啦，那个小猫它好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。嗯，就是、所以最近不要让他有跑山啊，或是奔跑的行为，不然对胎儿有点刺激，会流掉啊。所以是哦，他说这件事情只想让你知道。等一下，首先，哎、欸欸，我觉得你这家伙也太冷淡了吧？不是啊，那没有啊，就问你还好不好啊？不知道、啊，那绝对跟我没关系的吧？对不对？不是。跟你无关，对啊，那我当然 是你，你好像一副你早就知道的样子，是怎么回事、啊？没有，不是，我的意思那个要两个月多才验得出来，就是、跟我无关的话，我就只要不是，你到底有要两个这样子啊？验孕棒要两个月后才验得出来，不是吗？刚刚十万都没付、啊，我怕、啊，我就怕、啊，我就不会验哦、啊。你没发现我，你真的言语都很简短吗？啊、哦。不要戳破我嘛，我超难验的啊。那所以现在小心他现在为什么习得不见了？哎、欸，不是你他刚不是也是一起来的吗？躺好，我躺好啊。他躺得很好啊。啊他现在还好啊。他现在就刚刚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晕倒过去啦。啊，因为、啊、你说什么？你刚才断掉了。哦，因为刚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晕倒过去的样子啊。啊，因为现场人太多，啊又不方便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啊。嗯、是。对啊，所以现在他说只想让你知道啦。但孩子应该也不是你的啦、嗯，你不用担心。那肯定，那是一定不是。我是不知道，因为常常看你们都会在同一台车啊。什么死娘炮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什么死娘炮？那总之就是你帮我留意他，他妈都没关心我。哎、欸，不要讲脏话啊！讲脏、哦、话，胎教啊！对不起。哦，对对对，對啊、你不要生气。我两个礼拜就可以了、喔。胎儿不太好，对。哦，我记错了啦，两个礼拜跟两个月哦。冷静点，生气会有皱纹啊。对啊，对啊。生气会对小孩不好。啊，小丁啊，我真的觉得他存心来气我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啊。我过阵子会帮他再照一下那个啦，超声波看一下胎儿状况啊。对吧、啊？那你说几天后啊？我们约几号？六月几号啊？六月几号？一个礼拜就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对啊。没有吧？过个三个第三个月吧。第三个月吗？那肚子都很大了哎、欸，照不出来，不是这现在照不出来什么东西啦。没有啊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照出一些东西啦。不行，你医生还我医生？不是医生，我跟你讲，你可能会把手指照成啾啾，你可能会误会。没有，那时候都一样小。你知道要先确认胎儿有没有成型吗？哦，我知道啊。对啊，这个东西就很重要。都两个月了，其实应该。